9月14日，经过短暂的国际比赛日间歇之后，中超第22轮联赛重燃战火。天津权健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大连一方。短暂的间歇期之后，两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比赛状态呢？下半程受困于外援风波，天津权健队的状态十分不理想，近七轮比赛仅收获一场胜利。不过好在球队的防守还不错，并没有输掉太多的比赛，长时间的不胜让只在争冠或者争亚冠的天津权健已经早早失去了资格。不过好在前期积累了不少积分，目前来说保级还是没有问题的。对手大连一方可谓是中超下半场表现令人意外的一支球队，下半程七轮比赛收获了四胜一平二负的战绩，让球队从一直深陷的降级区逃离了出来。不过这四场胜利都是在主场收获了的，本赛季的大连一方还没在客场赢过球，十个客场比赛两平八负，属于客场虫。本轮两支球队相遇，天津权健队仅有两名外援，而且周中还要远赴澳门打一场亚冠次回合比赛，势必会分心，加上多名国内球员跟随国家队远赴西亚参加了热身赛，虽然上场时间不多，不过还是会受旅途奔波的影响。而大连一方对下半赛场取得好成绩的两位大功臣卡拉斯科和穆谢奎也都被各自的国家队征召回国参加了国际比赛日的国家队比赛，长途跋涉加上比赛密集，势必会影响到状态。本轮比赛一场平局或许是对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比分预测，天津权健1-1或者0-0大连一方。